们拿到海报之后，你们就要热情一点，好不好？能走回去吗？我讲二水，你们讲五线歌，好不好？
好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欧尼酱，太突然的结束，我吓到。好的，现在舞台上表演的是来自我们台中欧尼酱，有我们的替包大姨 Ariel 以及曲曲。你要维持刚刚那个姿势吗？还是想要换一个更帅气、更可爱的姿势？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舞蹈秀。
样。